应该水陆棋手才对。叠桌 ，OK。靠背，多下一枪。哎，怎么又多下一枪？我看我还是正常消除好了。一、二。哎，没有吓到，需要抹啊，需要抹，反正就做球不是吗？二三四，哎，不是做这次球，是做上次的球，哎，对吧？我就发现延期带一次延期进来真的是还蛮浪费空间的。漂亮，可以。OK， 像这种，啊，又不能开了。现在场上只有一个状态，所以我开下去只会减七第二而已，不划算。直接开炸好，对啊，直接开炸好。下去，出冰盾，
OK 啊，怎么样？啊，很多人不知道神兽，就神兽能入场，对不对？直接手转就可以带走了、欸。好像这个会跳了，切开，一次上两个状态，再解掉，再开，就它没有到无限开技，可是它还是可以开很多技，应该这么说。好，可以开一下，手消进消暗嘛，就不要消暗主角了。这样理解吗？我虽然说没有到无限，可是我几乎无限也是很好用的。懂了吧？你运用它那个减息力的特性，这样就会好打很多。然后再开一个，手消进消暗嘛，对不对？这个。OK， 懂了吗？好、哦，等我这样打完了，没关系啊，等我这样打完。然后这个就开始除CD了，火珠起手增加伤害。没有，我不用用无限化 B， 可是我几乎可以 一直减 CD， 光这一点就差很多了。现在问什么？流光珠吧。用减伤特性打这一关就可以了，然后消五颗，消五颗让光珠产生，这样然后水珠起手，水珠起手消水珠起手消暗心，好不好？水珠起手手按超大力了，很怕没有按到。水珠起手消暗心哦，再讲一次哦。光珠你就顺便消这样就好了。我按超大力的，超怕珠子没有按好。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啊。水珠起手消暗心，
解说，伤害应该够吧？我是怕伤害不够，要再磨一次。OK， 好。第一关无视减伤，第二关也无视减伤哦，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、哦。他 CD 2，所以我的建议是直接把它干掉。直接把他妮妮的干掉。嘎叮咚，嘎叮叮，巴嘎叮，嘎哒巴嘎巴哩妞妞呢。大家是光看通宵哈。E 嘛，应该手转就可以干掉了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。我来喽，我来喽，我真的要来喽！完蛋！你只有给我下去哦，下去！哇！一波 seven 刷过去啊，刷到他那里都看不到啊！七天解锁。状态怎么不见了？那神之弓怎么不见了？他笑了，他有附加消除吗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伤害一定够，伤害一定够，伤害一定够，一定够。一波气刷过去，一波气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，刷了他妮妮都看不到，他妮妮看不到。我刚笑很大声，没事，那个只是那个，对，没事 ，OK。各位观众，哦啦哦啦，超人之拳，棒！吉田附加消除了，我知道啦，我在考你的。你看志明最知道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你看我一讲志明就马上想到了，其他人还在上当了。我再看看有没有谁不知道的。志明一开始就看到了，大家跟志明做学习，知不知道？很棒很棒，什么这都行啊！不是正常就会过的东西吗？易如反掌啊！没事。